种。Good 的吗 ？Yeah. Good 的吗 ？Yeah. 哎，大家有喝酒吗？有点，有到爸台点东西吗？有点干。是不是有点干？老板，我们可以喝酒吗？可以。我们可以喝气泡水。不行。那个下先来一排。Yeah. 确定哦。确定。哎，正好请客。好。那是我们本团的刷卡哥。对。如果你待会想喝酒的话，我们乐团的团费都是靠他支出的。真啊、哦，刷卡哥哟，就真好哟。有没有他请客过的举手？哇！你看，对不对？有哎。你都喝他的酒长大的。很多人还没有哎。我知道，哎，这边蛮多人的呢。那我们就先举杯一下好不好？举杯一下。哇！哇塞！很捏着。哎，当我怎么我都没有学长了？谢学长，谢学长。那我们就我比较多学弟，这边比较多学弟。你没有学妹吗？我们学校是男生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那学姐呢？国中的。没有。啊，好了，没关系啦，他们太小了。好了，我们喝了，喝水。这应该看起来就是葡萄汁嘛。对，圣杯。圣杯葡萄汁。对啊。好的，那在这边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开心今天是初四的时间。请大家。哎，没有配乐吧？哎，对啊，你们可以。配乐一下。你刚刚不是说好大家就是要，开开心心。聊聊天这样子吗？毕竟现在已经初四了耶。哦。郑浩小姐。对，我们的插曲真是，我们今天差点不能表演呢。怎么说？因为我们的贝斯手这几天在找贝斯。哦。那前几天参加婚礼的时候不见了。然后我就大费周章的去帮他找贝斯这样子。悬赏。悬赏多少呢？没有，那是上帝安排。啊，你看。好好反正那个下就是要请就对了。对，还是要请吧。对，还是要请。怎么样？答应我。你要请客？对，你请客我都 OK 啊。对啊。哦。好了，那么应景的话，那我们来一首就是跟酒有关的歌。跟酒有关的歌曲啊。好。我们来一首红米酒吗 ？OK。红米酒可以吗？那我们祝大家今天随心点，大家可以开心点，我们就来听音乐。接下来，白米酒。Thank you.
sexy 的 MV 图案交给他。恭敬不如从命，这很像圣水之类的。